把米浆淋在铁板勺上，只见老板利落地裹上薄浆，盖起一座蔬菜小山，再放好几颗肥美鹅啊，最后外层裹上粉浆，下油锅炸。动作一气呵成，看起来简单，自己实际来做可是不容易。盖烧高，对，但是这煮水都不对。这煮水都不对，没有两三下功夫，要做鹅蛋实在太难，还要老板帮忙才能完成。哎，我给你讨过几分哈？你刚刚？二十分、30分。啊？不及格哎！你三十分了。没讲被砸昏了，没有，还不到那个程度。做出来的鹅蛋也差很多，左边是我做的，卖相不太好；右边老板做的鹅蛋果然就是不同。鹅蛋鲜美，高丽菜、韭菜散发甘甜滋味，独特外皮薄脆不油腻。普通鹅蛋我是来底是用色干面两三面，啊耶鹅蛋来底是鹅啊侪啊料侪。令人念念不忘的还有这道古早味虾卷，内馅真材实料，吃得到虾肉弹牙口感，沾点番茄酱增加甜味，如果想来点呛辣滋味，就能沾酱油瓦萨米，简直是绝配。人客来台湾这吃我的虾酱，讲比盐饼的较好吃。如果想吃特别的，还有这道炒鹅啊米线。七股鹅啊跟手工面线先穿烫过，另一头麻油入锅，跟洋葱、蒜头酥、韭菜炒出香气，让鹅啊米线吸附满满配料精华，每一颗鹅啊又大又饱满，面线吸收鹅啊鲜味，还多了一股清爽滑顺口感。这是老板王先明传承当地古早味做法。咱市内普通咧吃拢是米线糊，哦，迄台湾大肠啦、大肠鹅啊米线，啊，阮遮是种白色的较济。王先明手艺了得，但过去竟是成衣公司老板，无奈产业没落，他只好回老家七股中年转业，从头开始学当讨海人。30几岁开始学了，没想到渔获量不足，王先明脑筋一动，就把抓来的海鲜鹅啊变成路边美食小吃，逐渐在当地打出名号。台中台湾来吃这个，每个礼拜。尽管一度出现中年转业危机，依旧自在面对，用小吃海鲜创造出自己的美食天地。